大家好，这里是戴志风采。看到片头这两个精彩的勾对角了吧？小戴这招超低角度的勾对角技术真的太炉火纯青了，看了让大家直呼过瘾。我们来看看完整版吧。Oh, that's super. And on one hand, I do get very and overanalyze your opponent. 张一曼在后场一个软压球，小戴屈前在极地的位置，突然勾了一个往前对角，让张一曼措手不及。再来看看第二球，张一曼在右场同样的又进行一次软压，小戴这次再度以极低的角度又打出了一记斜线勾对角，这球又直接拿下分数了。这两次漂亮的勾对角实在太精彩了，让大家直呼过瘾。相信大家非常喜欢小戴这两次勾对角的精彩好球吧。这里是戴志风采，我们下次见。